酒精喷雾机可自动喷洒酒精、消毒液、洗手液，有效避免人与人的接触。消毒机上有箭头，压下箭头指向的地方即可开启消毒机。可安装电池，电池规格为4颗3号电池，可安装一般干电池或充电电池，亦可直接连上电源线进行供电。酒精瓶采内置式，合上喷雾机，打开酒精瓶瓶盖即可注入酒精，可装上漏斗方便进行填充。填充完酒精后，将喷雾机挂上支架，亦可另外加购立臂支架，使喷雾器摆放位置不受限。按开机键开机，即可为手部做清洗。